王淨被起底是爆紅文青君君，笨被連劈。王淨在《斗鱼》之前也主演过《痴情男子汉》，当时他被媒体形容你一定要认识的台湾新人王淨，并形容他是校园女神。其他形容词还有外形甜美、鬼灵精怪、性格洋派等等。不仅如此，王淨还有给人家交托人的印象。之前本刊报道，王淨爸爸对女儿很严格，奉行成绩至上，让王淨母亲感到反弹。夫妻俩对女儿的教育理念都不到一块，最终分开。这也促使王淨写下第一本小说《芭乐爱情》，也被起笔曾是爆红的文青女作家君君，出版过好几本书。